国际赛主会结合大埔里地区水沙人医疗群，佮有埔里镇环保公益团体，将伫10月27号举办盛大健行活动，内容除了宣导、行路做运动，佮结合医疗和环保等等的议题，相当丰富精彩。主办单位特别伫埔里第三市场举办游街宣传，邀请各地民众同齐报名参加。医生甲护士行上街头，唔是为着抗议争取权益，是要邀请大家做伙甲鲤鱼窟啊行路运动，参加身体检查甲环保公益活动。最重要的就是环潭三圈，日行10000步，健康有保护，运动可以治百病。那帐篷区的话，包括免费量血糖，还有我们卫生所，它有为我们乡亲做子宫颈膜片。X 光检查，还有乳房筛检啊，闯关过了呢，就能够有 得到那个奖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在主舞台，那里面有奖征答。好，我们的用意就是要配合公所的服务项目哈，就是我们的垃圾不落地，做好环境保护啊，做好免疫系统的保护，以及我们的癌症筛检，让糖尿病，让老人能够来做好健康的保养。国际赛主会举办赛主会五大事业健康环保医疗健行活动，将在10月24日在埔里镇鲤鱼窟举办。主办单位特别安排参加机关社团在埔里第三市场分作四路进行游街宣传，希望有更加多人报名参加，用运动来保健身体，也共同关心环保、孩童甲弱势族群等的议题。从头到手到脚，身体力行，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是借由联合我们大埔里健康环保的团队一起来促进这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环境更好，让乡亲呢能够更健康，运动、饮食的控制，避免发生疾病。全国首创的吼，会使讲咱的狮子会伫咱埔里吼，包括即卖疫情的这个关系吼，对医疗的知识啊，透过这个活动的时吼，会当传递咱的这个医疗的知识吼，啊，包括一寡慢性病的这个预防，我想这是一个足好的活动啊呢。主办单位强调，透过关心家己的健康，推广正确医疗保健，同时融入环保甲弱势关怀，是这场活动上大的特色。希望大家会当带着小朋友共同来参加。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